这就是了，来。 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，阿宁带我来过这儿。阿宁，我这几日可要叨扰你了。这本来就是你们安家的老宅，这要论起来，你才是正经主人，我这才是借居的。与你同住是阿宁的福气。走，我们进屋。 这老宅现在就是我的制衣工房，那边是寝屋，以后我们就睡那儿。琉璃，你就安心在这住下，缺什么少什么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添置。阿宁，你能不能借我启明前？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出门有些不方便。你看我糊涂的，这事儿我早该想到的。 琉璃，这些钱你先拿去用着，用不了这么多。